嗨，我是 Ella。今天呢是周末，我们呢到公公婆婆家去吃饭。公公婆婆呢，他们家离那个华人超市比较近一些。我们家呢是住在乡下地方，没有华人超市的，也没有公交车，挺不方便的。所以呢，每个周末呢都要跑他们这边来买菜。然后呢，公公婆婆呢表示呢想见孙子孙女，所以呢就一起过去，然后呢一起吃个饭这样子。公公婆婆他们那边住的还挺方便的，门口呢就有公交车，我们那边的公交车都是没有的。我公公婆婆呢他们都还在上班，就只有那个周末才会休息，所以呢周末过去这个时间点呢还是挺合适的。买一包梅干菜做包子，梅干菜肉包。这边买了两盒梨子，还买了一包虾皮。我很少在美国看到有这么漂亮的虾皮。蒜苗，来一包吧。蒜苗不便宜的，青萝卜1.49，来两个。今天这个番茄很漂亮，来三个。小南瓜2.49，来一个。红葱头1.99，来一包。这是牛肉丸，就养乐多，小林卷，买两包，每个礼拜必买的干丝，这是魔芋，买两包。这边车子都进不来了。我们家小孩喜欢吃这种面，荠菜，买两包。就这个，过去，路边。看我婆婆晒了一串腊鸭，可能是鸭翅、鸭腿、鸭翅膀那边部分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婆婆家了。我今天来晚了，菜都烧好了。这是茄子。这个那么大的才一个，有个还小，四个蒸不下，我再蹦在一起蒸。这是鸭子，这自己烧的还是买的？我们买一只回来自己烧。哦。奶奶呢？爷爷呢？爷爷去上班呢。哦，今天上班。那天要煮两顿饭呢。哦。这点还有鸭腿吗？是谁打过来看看？过来，弟弟过来呢，爷爷，你喊爷爷，你没有开门，你在哪？你要说爷爷，你在哪？好好说，好好说。你有没有看免提？他听不见，你要看免提，他才听得见。弟弟，你说爷爷好。大声一点喽！爷爷在干嘛呢？爷爷在干嘛？你上班哪的？那个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爷爷上班呢。今天安妮也啃鸭腿了。对，你很嫩嘛，嫩就好吃。哎，你吃一个呗。嗯？没有，我叫他吃。哎，你那个粉丝要不要？不要了，他有了。我那个粉丝要不要？不要了。你吃。阿飞。弟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阿门国。他每天都问生日到了没有？吃饭。哎，谁喝了我的菊花茶？你喝了？怎么喝？就剩这一点点了，你喝了？天哪！我说怎么就剩半杯了？我喝了。怪不得。值不值呀？这个菊花茶好香啊！先喝这边。我喝水了。你也要喝水？先喝汤好不好？要喝汤啊！
果摊。你今天上的是什么摊啊？不是没豆吗？哦，没豆，胡萝卜，上骨，陈皮。嗯。今天放了几个陈皮啊？两块。啊。昨天上次放三块。哦。这个陈皮喝了以后那个喉咙很舒服哎，好像有一点凉凉坏凉坏的。对对，我都已经把它喝完了，像水牛一样的，脸都看不见了，往开出。你先买那个煤豆多少钱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说煤豆啊？嗯。一块多还是两块多，我也忘了。没有一块多的了。哦，没有一块多的啦。我买的那包好像跟你不一样，我那个不好吃，没有你上次那个香感觉。我买的牌子不一样。两个牌子这样。你买的是何时牌好吃一点？冰淇淋车子来了。走喽走喽。走啦。过来过来那边。哦，可能拍不到了。弟弟看得见。听到冰淇淋车的声音，饭都不吃了。走啦！妈妈，不要的，弟弟呀、啊，你过来包好，你想要的要了，不要的拿个碗装起来，我吃了。菠萝面，我也要吃菠萝面。哦，你也要吃啊？等开，叫弟弟开。你这菠萝面买了多少钱？5块多。哦，这一半个5块多，四分之一，甜不甜？好吃，那、我来尝一块，哎呀，哎呀，太好吃了，好不好味道，弟弟、啊、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，无比的良品。这边吃边播，一会儿都没了。啊，好不好吃？所有的人都在看播这个。你也是好吃啊，好吃啊，都吃了大半了。没有啊。他也是。这是毛巾，毛巾大一点的。这5块钱都够了，太多吃不完。6点半了，准备回家了。弟弟自己会穿的，他把帽子先戴起来。我弟弟太可爱了，你看他。弟弟，你帮妈咪开门啊？谢谢。对面在开 party 嘞，我闻到那个烧烤的味道了。好香啊，走了走了，回家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先到这里了，我们回家了，拜拜。